通过演练数据进行反复验证我们的战术战法和操作流程，使我们的操作流程烂熟于心，所有动作都要形成肌肉记忆，力求发掘人专合一的最优解，让我们能够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发射导弹拦截目标。来犯的四架敌机，希望全体同志在我们结合野训任务中暴露的短板，深入研判未来战场中可能遇到的情况，根据形势任务变化不断完善处置要则，培养官兵异装多能和特勤处置的能力，